建立于西元802年，为韩国三大领主寺之一的海印寺，在3月9号下午3点，由海印寺住持、上海法师、神茄大学总同盟会会长林宇法师带领50多名僧众，陪同韩国潮汐宗元老议员月旦法师、修德寺方丈雪净法师等多位寺院代表，前往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进行参访，并圆满此行与法鼓山神茄大学签署学术合作的心愿。为拓展神茄教育的视野与提升学术研究的资源，法鼓山方丈和尚果东法师与海印寺神茄大学校长海月法师共同在两校师长的见证及热烈掌声中，与法鼓山简介馆完成签署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书。日后两校将秉持尊重彼此与互惠的原则下，致力于学校师生与研究学者的互访，广泛交流佛学资讯与出版品，并朝向联合举办研究活动的目标发展。이번국가방향아국가이거저거를예아앞으로는제생각에하면국가방향我们神茄大学都是在培养佛教的人才，而在法鼓山来讲是培养的人才是进入到法鼓山僧团以后能对这个社会来奉献的。虽然我们在办了两届三届以后啊，也有特别开放在台湾甚至在国际各个国家到场的法师进入到法鼓山神茄大学一起共同规划的一个公司当中，解人跟师门，那最重要的是在德业等，那是在禅班里面最主要是将禅修的观念跟方法好好的修习以后应用在日常生活上，等净化人心，净化社会，也真正的可以在修行的过程面对人前的众生啊，都能像我们海印寺这个海印展现海印三昧的这样的一个修持的精神出来。从海印寺前来法鼓山神茄大学参学的星空法师也分享来台学习的心得。아미타불저는한국에서온신공신입니다이곳법거산에와서지금법거산승가대에서공부를하고있고여기서많은것들을배우고있습니다모든사람들께감사드리고항상열심히하는신공신님이되겠습니다这边的那个佛圣切大学跟我们的圣切大学有点不一样，我们的圣切大学是很非常传统的方式，这边的那个圣切大学的那个方式跟变得现代的感觉，所以我被来这边学的现代的佛教是什么样子。与法鼓山神茄大学建立学术合作协议的海印寺，也将寺中保有现存历史最久、内容最完善的高丽大藏经，将其复刻的一面铜版藏经赠与法鼓山汇存。同样重视佛教文献典藏留步的法鼓山，也赠与参访团西贝塔电子佛典集成与圣严法师墨宝精选集、游心禅悦等多项结缘礼，恰好都是随团法师们表达希望能带为韩国的法宝。大家问坑圣人，每个大家问感谢드리고주지스님께감사드립니다西贝塔 CD 를많이좀주시면우리학인들하고나눠쓰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随后参访团也在方丈和尚果东法师亲自陪同下，巡礼园区的开山纪念馆，
与祈愿观音殿后圆满此行。